你都没有时间吃饭，对不对？就是压力太大了，所以就是就不会想吃东西。哇，那三维，你真的不可以这样子。对，想不想讲？三维哦，三二七二四三四，就是送东西给你吃啊，关心你啊什么，可是殊不知他是每一层。的护士都是这样，都会找，就是他可能特别喜欢。原来他是散弹枪哦，不过他有女朋友，他就可以。对，可以，为什么不睡觉呢？怎么没有反黑？皮肤白成这样，对啊。哎，佩佩，工作很伟大，你要报一下你是做什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佩佩。嗯嗯，啊，我现在是护理师。护理师，护理师，辛苦辛苦。我要讲一句老实话，现在做护理师的真的很伟大。嗯，因为你看，从好几年之前，护理师就已经严重不够，护理师荒。然后我们还看过很多的照片，护理师坐在那个护士那个叫护理站，护理站是打着点滴，然后晕倒，躺在白衣天使。那个标题是不要再按钮了。对啊，所以说真的很辛苦。你做护理师多久？大概六年。六年，做了六年，做到六年，难怪你那么瘦哈，你都没有时间吃饭的。就是压力太大了，所以就不会想吃东西。哇，那三维很累，不要突兀啊！不是毛病，护理师人家这么伟大的情况之下，你问三维，我跟你讲，因为他瘦嘛，你真的不可以这样子。对，想不想讲？三维哦，三二七二四三四，怎么会这么瘦？还给标准？好坦白的女孩子，好可爱哦！哎呦，哎，Q 是猪咪，还要这样，哎呦，这有什么病？马上都好了。嗯，哎，你是在开刀房吗？对，我开刀房哦，我那压力更大，对不对？有开刀房是不能有任何的那种闪失，什么什么杂念、精神不济啊，不能分心的啦。以我们的肤浅的了解，就是说，夜班有大夜跟小夜。嗯，小夜到几点小夜是到十二点。是到几点到十二？下午四点到十二点。哦，这个上其实我也了解了。是对对对，护理师，因为他有时候会接直带嘛，所以会有一些花花班。直带是什么？直带就是植物代理啊。哦，植物代理不是，我们不是跟你同行。对呀，我以为是，我跟他也不同行的嘛。我们以为是职业倦怠，所以。明显是这样。那大业几点？大业是十二点到七点，哎，到八点。早上十二到八点。哇塞，那 OK， 就是说这种夜班啊，有没有比如说啊，我值一天大业，那我就可以休息或之类。哎，不行哎，因为它就是固定的。固定啊。就是没得换，固定多久？对，因为一个月，可是通常都会包班，因为年轻人都会包大夜，然后像那种有家庭有小孩那种都要白班，所以就会跟学妹就是调一下，对，就是比较菜的就一定是大夜了，对，比较菜的就是小夜跟大夜，讲好听是巧了，可是大夜就是比较多钱，钱多了，就是年轻人就会想要赚钱，可能有的时候会稍微少一点点，应该是病人会比较多，就是雇的病床数很多。但是就是说，可是如果说那个事情发生是就很严重，哦对，就是没事紧急的时候就搭一个，一有事就很严重，而且很忙，很多人。哦，我们听过开刀一个刀开十几个小时多，对我，那你就十几小时都在那里啊？是不会让你站十几个小时，但你有可能会站到四到五个小时、六个小时，然后下去休息一下下，对，再进再下一刀。对 ，Oh my god！ 因为哇，这个压力好大哦。对，而且你要背他的就是习惯，因为医生的脾气也就是很重要。而且因为你不能怪医生，因为医生他在比如说我正在专注，他一定什么就什么。嗯，那你有没有过的？没错，钳子。对，拿出他就摔器械。吸管。差太多了吧？餐具。他拿错他会很生气的。他摔器械，直接摔。就丢了，就说重新消毒，对，他就会直接说，我不要，我没有要这个东西啊，你给我这个东西，哇，就直接用甩的，哦，对，还有给手术刀的方式不一样，对，你都怎么给？用咬？不是啊，他不能给，我只刺，再说一句看看，就是每一个医生他的习惯都不同，所以说你跟刀的时候，你就要知道这个医生的习惯。那 OK， 那这样同理可证，那刚进去开刀房的不是疯掉了？对。对，对，医生进来，而且医生进来又戴着那个面罩，他是谁？没有表情的，没有表情。你要先猜他是谁，对不对？罗医师，李医师，陈医师，原来是陈医师。干嘛？不是，为什么要打变声音呢？
哦，这哎，这个好恐怖哦。哎，在这边我们还先给他鼓掌。是，辛苦辛苦，你真白衣天使，白衣天使。对啊，而且我觉得每一个人啊，都要对护理师很好。为什么？你要想哦，他今天在那边上班，他跟你无亲无故，嗯嗯，他这样子去照顾你的家人，甚至于你，嗯，他真的是要有那份爱心才行。那是伟大的，对不对？不然那种像我们几个哪里受得了？嗯嗯。就是我们一定会觉得啊，你看有时候那个护士还帮他把屎把尿什么的，对对，哎，那个真的很伟大。我以前就是在医院看到那个护士，我总是对他们很尊敬，真的很尊敬。当然医生我们也会尊敬，但是我觉得护理人员是更要尊敬，因为他们第一个，因为你们那个问题太多了，人太少了，又辛苦啦什么的，而且你看那个照片，自己已经病成这样，他还要去上班，这种人去哪找？是这种将来都是上天堂，都是天使，都是天使，嗯、对对。好、嗯，那这个这么伟大的天使，怎么会骗被一个暖男骗的呢？哎呦，暖男！在医院工作的时候，然后可能就会遇到医生，然后他就比较，就是他对你比较殷勤，对，很殷勤，然后可能就会送东西给你吃啊，关心你啊什么，可是殊不知他是每一层。的护士都是这样，都会找，哦、就是他可能特别喜欢。原来他是散弹枪哦，万中打鸟，对啊，每一枪都有目标。对，他是洋葱啦，就是他有女朋友，Doctor下岗，哦，Doctor下岗。可是他有女朋友，他就避开，对，他就避开那一层楼，然后每一层都有个目标，这样，然后去对你好。是后来听到八卦才知道，原来这件事。白色巨塔，他那个是暖男的。你是洋葱，还有时间搞这个哦，厉害厉害！这个手法也太粗糙了，一下就被识破了。那你知道你会很生气？那时候就是有被感动到，可是后来瞬间知道这件事，就觉得啊，好险！那为什么不继续接受他的吃的东西？对啊，对啊，吃没事嘛，还给他点菜嘛？哎，明天可以我帮你端吗？这很尴尬，就是这很尴尬，你吃完再管他。他女朋友很可怜，薪水那么多，哇，真是天使，善良善良。他女朋友那为什么不跟他女朋友摆道呢？去跟他讲哦。对啊。摊牌嘛，对啊，就很这样很奇怪，不会啊，我就这样他会很受伤啊。你看哇，哎，所以以后他更受伤。对啊，好善良的人哦。没，你我们不能逼他，嗯，因为他就是有这么有爱心，他才可以在开药房待这么久。对对对，是，对不对？你要顾好身体哦，嗯，因为你们真的工作太辛苦，嗯，好，那有空的话就去泡泡温泉。嗯，去，哎，泡温泉就对，泡温泉对身体好啊，促进血液循环啦，容光没有妖气，你跟我去，就是泡温泉啊，傻眼，因为泡温泉也可以让你真正放松，尤其在乌来那一带嘛，哇，哇，绿色的那，哇，然后叫森林，好，那个加油，好，谢谢。